啊，那我们先让伊莎贝宣布一些规则，谢谢。这是我刚刚想到的规则，就是只有坐在黑的椅子上的人可以举手投标，所以请所有人回到椅子上。快快快，要回到椅子上才能举手哦。然后呢，我一直花了很多的时间想我到底应该拿出什么东西来拍卖，然后我今天早上终于想到了，我想要提供三子妈或三子爸一日体验券。哇，我想到超兴奋的，这个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来，三子的其中一子在这里，聪明伶俐，然后又非常的机车这样子。好，那哎，赶快回到位置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倒数十秒开始哦。谢谢。好，在活动开始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啊。其实我是一个念建筑背景的学生，我还现在还在学校。然后我是一个设计师。然后呢，觉得 G0V 很多人都是 coding 啊，然后觉得你们很有趣，然后。我只是想要为 GDB 做点什么，所以我就 volunteer 来当这边的主持人。所以如果有点不专业的话，就拜托你们变小力一点。OK， 好，相信大家在前面的活动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好像没办法参与到很多，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很有钱的 donor， 我们没办法赞助这些很棒的 project。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专场，或许你们有很多，但我没有，所以呢，没办法成为被赞助的人。但是你们现在机会来啦，应该让你们大声叫喊的时刻到了。你们可以为 GDV 做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朝思暮想在刚刚台上的那些义卖的商品，你们都有机会成为他的拥有者，而你们所捐献的这些钱都会直接到进到 GDV 的基金里面，它会作为 GDV 之后的活动使用。举办各式的大松或者是黑客松使用，所以刚刚没办法像 Apple Work 还是愿景工程还是中华电信的人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的钱包里面有钱，或是钱包里面有卡，账户里面有钱，都有机会成为这次的 Donor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首先欢迎，因为为了炒热气氛，我想要先让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参与入门款那个。门槛比较低的这个商品先开始，好，这个商品呢是我们先请鲤鱼来，拿这一点，拿这一点，这个呢是 AU 赞助我们的啊，这是叫做台湾 Can Help，OK，You、okay? Can Help，OK，、okay? 总共有六件，那它起价是零元，我希望呢。AU 就是我们伟大的数位政委唐凤，好不好？我是他小粉丝。我先讲讲为什么我参入 GDV 好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唐凤这个人很有趣，所以呢，我就查了一下他的背景，然后我就来到 GDV 了。Anyway， 这是题外话。总共有各大尺寸，所以呢，我这个拍卖的方式会比较特别。Instead of 我让你慢慢慢喊价，我想要先从你们愿意花的钱开始。愿意花50块钱买的人站起来。50块钱而已，愿意花50块钱的人站起来，站着都算。哎，愿意花50块钱买一个台湾 Can Help 的 T 恤的人站起来。好，后面站着也算，虽然不在刚刚伊莎贝的范围里，但是只要站着都算。Instead， 我也是，好不好？哎，再热烈一点了，50块 AU 的签名的台湾 Can Help， 50块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很好，愿意花100块钱的继续站着，愿意花100块钱的继续站着。现在坐下的你们就有点太 shallow 了 ，OK？OK，、okay? okay? 我现在要看到你们的，你们的名牌上面都有名字，有人在帮你们拍照 ，OK？ 愿意花150块钱花买这个 T 恤的继续站着。哎呀，这样子我是不是这个速度太慢了？大家都在罚站，200块站着。Ronnie， 你坐下了。250、300、
块，快点哦，剩下六个人，战斗剩下六个人，我就成交。350愿意买台湾 Can Help 的人继续站着。我现在看一下，现在总共有怎么马上就坐下了嘞？1、2、3、4、5，成交。请六位往前站，站着的人到前面来。快点，最快在舞台上的前六名，快点才能享有这个350块钱的 T 恤。真的有唐凤签名，我说真的。我对啊，我不要。size 不一样，所以你们就依照大小顺序排列。那个鲤鱼会给你们一个单子，上面会有那个一个便条纸。那这个便条纸呢，你就可以到外面的柜台进行结账，然后我们才会把商品给你。那我们现在感谢六位购买 AU 商品的 Isabel、T Monk， 你叫什么啊？Rolanser、燕城、Alan， 还有 Youth 加深。好，那谢谢这六位，你们可以到旁边跟那个旁边慢慢商议你们的尺寸，好不好？我决定要模仿下一个购买的商拍卖的商品。好，你移过来。下一个拍卖商品是，你们都知道，现在在这个敏感的时代，台湾呢是民主政治的灯塔。我下一个要义卖的商品是台湾独立的旗子，起标价是0元。那现在开始，你们可以自由的喊价 ，OK？ 台湾独立旗子。捐赠者是有 Stella 捐赠的，开始喊价吧！你们都可以举手或者是大声叫喊，多少？300，一次？还有更高的吗？300两次？350一次？还有比350更高的吗？绝版了！绝版了！绝版了！我不知道。350两次？三？多少？500，我决定要有一个游戏规则，只要我们喊价超过500的，都进行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500一次，500两次，成交。先生过来过，我要给你这个，你才能去买那个东西。好，你给他好了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会给你这个单子，然后呢，请你写上500元，然后去外面结账。这是袋子，还你。我可能需要多一个人手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义卖的商品呢是，我们刚刚都非常的那个政治嘛，就一下子卖一下台湾 Can Help， 一下台湾独立的。我觉得呢，我们应该要那个包容那个我们在场的那个朋友，有些小朋友在这边，对吧？有些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这个童年的回忆，可能这个叫做皮卡丘，好不好？全新的皮卡丘，你晚上睡觉感到孤独难过的时候，晚上孤单觉得冷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抱着它 ，OK？ 它会给你10万伏特的电，让你充满电 ，OK？ 来，起标价是50块，是由 KY 捐赠的，来50块。有没有任何人想要报？51次，300一次，350一次，350两次，353次，恭喜，恭喜！好，出去外面结账，然后那个我们的人会给予你们那个收据，那你就可以来获得你的商品。刚刚那个我知道 Ronnie 你没有买到你想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有一只很像的，也是黄色的，好不好？老皮娃娃，这个是老皮的好伙伴啊，我没有看这个卡通，所以我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呢，那个帽子只是非卖品啊，那个是装饰的 ，OK？ 刚刚老皮娃娃是由 KY 捐赠的，由50块开始起标，51次，
有谁？两百 ，Ronnie 两百一次。还有谁想要老皮吗？两百两次，两百三次，恭喜 Ronnie。记得哦，那个黄色的那张单子很重要，那是你们兑换商品的那个凭据，因为你这样才能在外面结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拍卖的商品是，哎呦，这个哦，刚刚台湾一下子台湾独立，又来一下子那个卡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 GLV 的人有世界观，我们了解这世界。这是来自德国的伴手礼，无线充电器，行动电源使用，它是由 Best 所提供的，起标价只要100块，好不好？这是德国的伴手礼，无线的充电器，也是行动电源，起标价100，150一次，200一次，200两次，我很快哦，250一次。300一次，我发现场内竞争非常的激烈哦。来，300两次，350 ，Isabel， 350，这个真的是杀的片甲不留啊。400一次，我们快要掌声鼓励了，有没有500的？400两次，430，我们恭喜，请到场内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无论这种大额小额的捐献，其实对居林迷来说非常重要。你知道我们要拥有这个场地啊，这个经费真的是，这个场地费就非常的高昂了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要来欢迎我们下一个拍卖的商品。你知道你们没有买酒券的人啊，你们有赎罪的机会了。这个呢是来自多润生技台湾制造的哦，来58度 ，Oh my god， 这个太深了，我可能喝两口就醉了。深海高粱由出米 donate 的，它的起标价是200块，酒券500。如果你们没有买酒券的，这是让你们赎罪的机会啊！来，两百块开始起标，300一次。哎，这个是很那个很高度数的，就你喝了就昏倒的那种，好不好？300两次，哎呦，400 ，Ronnie 又回来了 ，Ronnie 又回来了，400一次，是500，我们谢谢掌声鼓励。可是你以为500就中奖了吗？有没有下一个？500一次，500两次，500次，我们恭喜他。我真的很感谢鲤鱼哦，都我在讲，然后他在那边忙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拍卖的商品是，哎呦，这叫做五都争霸的一个，韦中成老师的作品。不好意思，我可能有点文盲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可是呢，五都争霸，哦好，五都争霸的这本著作。啊，由 KY 提供 ，donate 给 G0V， 他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把它里面打开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是漫画，喂，老少皆宜，不管你几岁，好不好？只要你看得懂图，你都可以买，好不好？不管你几岁，有没有？你5岁呢？咿呀，还是已经会蹦蹦蹦蹦了，都可以看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借由呢促进亲子关系啊，还有增加文学深度，了解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无限可能。OK。好吧，五都争霸起标价是100块，有没有要竞标的？100块的漫画书《五都争霸》。天哪，这个突然觉得空气有点冷淡。好吧，没关系，留标。这个呢，如果没有拍卖出去，我们会还给呢原本的斗内的者，或者是在6点之前，你们现在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想要看那个漫画书，所以你也不好意思举手的话，你也可以到旁边，在这个那个黄色的小单子上面写上你的名字，那在6点前，你都可以拿这个小单子去跟外面的人结账，谢谢。啊，不要哭，乖。好，来下一个我们要拍卖的商品是，哎呦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出现呢，我就觉得有点紧张了啊！
这个用牌子写的是代表我们有人愿意提供服务，它不是一个商品，它是一个服务，是由球球所提供的跳舞教学。不过它有 requirement 哦，他说学生要有一点点跳舞的经验，好不好？一点点跳舞经验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一点点的意思是什么，所以基本上呢，你有跳过那个国小的那个露西行雄郑文东，身体健康精神好，露西你行那在鸟，这个都是有一点跳舞的经验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要跳一下是不是？露西你行那在鸟。身体健康，精神好，我不可少。每次享受健康操。好了，我实在有点忘，因为我也离那个国小有点距离。但是起票价只要400块，你就可以享有跟那个我们的舞蹈的朋友球球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教的了，但是他有说限半年之内兑换，所以你在半年之内都可以兑换这个跳舞的服务。来，400块有没有愿意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在外面你要学一堂舞蹈课。那个价格都超贵的，人家要一对一教你哦。来，400块，有没有人要喊价？好，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自己比我还会跳，所以这个先留标。好，好，下一个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们随时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喊价哦，不想要接受大家的掌声，这么的谦虚的人。你可以在旁边写下你们的名字。大家会有兴趣。哦，来，哎呦，这个是哦，刚刚那个是大罐的酒啦，这是小罐的酒。啊、哦，你们赎罪的机会也来了，好不好？是由 Stella 跟 KY 所捐赠的清酒组 Call for Japan，Call for Japan 的清酒组哦，好不好？他那个有酒也有杯子，然后呢，他起标价是250。250就可以喝清酒，来自日本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想要爱喝？那是多少？250一次，300一次，400一次，450一次，500，掌声！等一下，你以为那就是你的吗？有500更高的吗？550，600，哇，600一次。650一次，650两次，650三次，我们恭喜一下没有？哎，你要钱过来那个领那个黄色小单子，这样你才能结账啊！哎，你也可以，如果有点渴就先喝了。你要快点，快点给我东西。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商品是，哎呦，我觉得我们这是一个来自，我们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这个拍卖场，一下子台湾，一下子德国，现在有个印度的，好了，有德国，我刚刚已经卖了德国了嘛，又卖了那个日本的嘛，然后又卖了台湾的，我们现在有个到印度民族风的手环，斗内是出米，它起标价是200块，我跟你讲，200块你可以买到什么？200块你就可以买到4个手环，4个手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你。一个礼拜就有4天可以穿不一样的手环，好不好？好，起票价是200，有没有要喊价的？4个手环，200块而已。你这样一个礼拜有4天可以穿不一样的手环呢？我啦，我喊200，200一次。200两次，没有人要跟我竞标，是不是？好啊，那我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商品是，哎呦哎呦，政治敏感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以为我们是爱与和平，没有，不是啦，我是说这个斗内 KY 的，这个斗内者是 KY， 然后呢，他跟我们讲一个很棒的故事。他就说，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发布讯息，说怎么样子爱与和平。可是你只能触及同温层的人，可是你要如何打破同温层呢？穿上他们的服装，穿上他们的服装，戴上他们的围巾，你就能跟他们成为朋友，然后帮他们洗脑。OK，
起标价是400块，你能够一次拥有 KMP 的这个衣服，而且是 M 号的，然后还有这个爱国的我们的那个围巾，那个不是690一次。690两次，我觉得 Ronnie 为了我们，他愿意打破同温层。693次，我们恭喜 Ronnie。Ronnie， 我们为你的牺牲奉献感到非常的骄傲。刚刚厨房的时候，可能要请一下一趴上，他要上台讲话。哦，好。等一下，你这个麦完再麦那个 C 六厨房。啊，先 C 六厨房。哎，好了，我们那个活动常常你们在我们那个网站上看到那个隐藏版的商品，就是大家众所瞩目的黑客厨房。我们请一趴上来讲讲他们家煮饭的经历，还是哦，还有可爱的那个。那个皮卡丘，那个下一个拍卖的项目呢？像那个是四瑶高去你家煮饭，然后我现在是来证言，就是三个字，应该五个字，对不起，我喝了两瓶酒，所以我现在说不出来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所以这起标价应该是3000，对不对？他之前有去注册一个 domain。就叫做 hackerkitchen.org， 然后他真的有就是有去别人家煮饭，然后就是煮一桌，然后是多少人？一桌可以多少人？6到10人，然后就是去你家，就包括采买，然后煮，然后吃这样。那所以我就是做一个证言，五个字，不包括食材的钱吧？对不对？不包括食材的钱，包括吗？不包括，我们卖的是服务。那我的证言五个字，大家一起来一下好不好？1、2、3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好，我们谢谢一跑。所以这个黑客厨房.org 这个是有 domain 注册的啊，哦，也有一跑认证的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3000块，好不好？黑客厨房，他告诉你说，如果你哪一天。在这半年内啊，在这半年内，你想要举办一个比较家庭的晚宴啊，还是什么的，你需要一个专属主厨来跟你讨论料理，他能够来帮助你这个服务。来三千，哇，3000一次，有没有比3000更高的？拜托，煮饭你在外面请3500。对嘛，这个才像话嘛！现在那是几样？4000，有没有比4000更高的？黑客厨房好不好？隆重上市。好，那么4000，5000一次，这个要掌声鼓励了。对不起，哎，伊莎贝尔，我很怕你来这边一次就破产。你刚刚买了多少东西？5000一次，566一次。等下 Ronnie， 我也怕你会破产。566两次。等一下，我有没有听错？7000吗？哎呦，7000一次。哎，有没有888的？888的那个？7000两次。哎，大家都不说话了。70003次，我们恭喜伊莎贝尔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厨艺啊，虽然是煮菜就对不对，就是花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然后再帮你备菜，可能3个小时。但是你要学会厨艺这件事啊，你可是要下多年的功夫。例如你要结婚生子啊，然后以前都不会煮饭，结果啊，因为有小孩了，要开始学会煮饭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经历人生考验出来的精髓。所以7000块，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价格。谢谢。好，下一个我们要拍卖的商品是，哎，我觉得我们都卖太贵的东西了，
然后你可以放在我头上。我要卖爪爪抱枕跟虎虎耳，虎虎耳就是 我耳朵上的，不，我头上的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捐赠人是 Ronnie， 起标价是300块。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拿下来好了，有点娘。我没有了，我不行。好，爪爪抱枕跟虎虎耳啊，起标价300。350一次。哎，是两组一起卖哦，350，350两次，350三次，我们恭喜他。我以为我不会烧虾的，结果我觉得我有点太激动了。鲤鱼，我们下一个要卖什么啊？我们卖点有趣的东西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哎呦 ，Apple 的东西，我来看看。哎呦，丸之内，丸之内大家知道在哪里吗？在日本，应该吧。Apple 的开幕礼，然后是由斗内的人是 Peace， 这个是丸之内的开幕礼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袋子，而且开幕礼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要仅此一次，仅此一回，怕他卖出去，他只有发那么一次，你要排队。你才能得到，时间是无价之宝，也就代表这个开幕礼从500派开始起标，500一次，哎，没有人要投标吗？有没有人要投标？还是你们不好意思想要讲你们是果粉？好吧，没有关系，这个等一下会留在那个旁边，然后你们，哦，好吧，如果你们那个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 Apple 的无线键盘，身为 coding 大师，你们一定会平常在家做什么事情呢？你们就是在打 code， 或者是寻找下一个键盘。所以呢，这个 Apple 的键盘呢，是由 Utin 所donate的哦，来起标价1000块，我相信它市值超过。好不好？你们现在来到这个活动，你们一干地广蒙爱的夹塞口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用在网络上买键盘了，这边就可以买到键盘。来，起标价1000。好了，我决定我要 compromise 一次，买这个键盘跟那个袋子，好不好？1200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人买？1200一次，1200两次，1200三次，我们恭喜他。那个他袋子也有哦，不要只给他键盘哦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拍卖的商品是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好热。哎呦，好热的时候就要多喝点酒，让你更热。哎，我刚刚说什么啦？你们明明要买酒券的人是不是要赎罪？来，是由 Ronnie 所donate的金门高粱，他特别附注说，这是2013年他获得的这个金门高粱。他等了6年都没喝，所以呢，他起标价是500。哎，我发现大家都很爱抖内酒，哎，是大家都扣完那个口顶之后，觉得人生失去了方向，所以需要喝酒解愁嘛？来，500，有没有人要？800一次，900一次，哦，我的天哪，900两次。1000一次，1000两次，1000次，我们恭喜他。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呢，是我们常常会以貌取人，但是为了呢，我们也可以以貌。我们不能以貌取人才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有点醉了。这个东西叫做 Panasonic 电动修毛器，修鼻毛器，修鼻毛，不是修毛器，修鼻毛器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有，欸，其实我为了要卖这个东西，我还上网仔细查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那个鼻毛啊，你不能用拔的，你拔的你可能会有产生毛囊炎，所以你一定要用修毛器。那它起标价是880，哎，可以让你避免鼻毛炎呢。这个
这个功效很好吧？看一次医生就要500了吧？哦，刚刚有人跟我说鼻毛如果会露出来的话，可是没关系，如果你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你有这个困扰，你等一下可以在旁边写下你的名字，然后把它带走，谢谢。